金牛就是你越误会他，他越不想解释哦，因为暗地里看你不争高下。不够了解金牛座的人，根本很难理解这么难搞的金牛座的表面现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白鱼。金牛座啊，是现代社会的典型代表星座。怎么说呢？你有发现吗？金融市场上大家都喜欢的就是股价翻身往上飙，这种很欣欣向荣的股票市场呢，股票赚钱了，大家都叫做它牛市。而总是在同一个问题上原地绕圈圈，好话坏话都听不进去，顽固不化，这种个性叫什么？钻牛角尖。如果你看着自己，再看看周围的朋友啊、家人啊，有谁不是每天都想着啊、哦，我想赚钱，我缺钱，我需要多一点的钱，或者每个人多少啊都烦恼不断，总是在同一个问题上想不开。然后呢，朋友是不少，但是呢，心理问题好像能解决的也不多。不管哪个星座，只要在这个社会的大熔炉里面摸爬滚打，大家都想要多赚点钱呐、啊，事情少一点呐、啊，离家近，心情轻松一点呐、啊。这种心态，期待也好，沮丧也好，每个人看起来都好像金牛座上身一样。所以说，金牛座呢，它根本就是物欲高吗？但谁又不是呢？为什么金牛座明明知道物质不代表一切，但是他们还是宁愿抓着这些最后带不走也放不开的，不愿意放下呢？为什么他们不愿意放下这些欲望和本能呢？为什么他们要带着这些走向心灵之路呢？说不好听一点啊，金牛就是你越误会他，他越不想解释哦，因为暗地里看你不争高下。他有这种心态，就是如果你觉得我不好，我就要演更多的不好给你看，把你逼疯，把你逼走。所以对我不好的人，由此就少了一个了，哼，这才是金牛座的目的。别人讨厌他们，他们就暗黑暗恋给自己看，他们就是这么的固执和幼稚。金牛座深知，如果别人不愿意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去理解他们呢、啊，不管他们做什么，那都好像是白费心思的，不如和这些人当机立断，一了百了。除非你这个朋友受得了我的牛脾气，否则啊，我不可能对你好的。如果你真的对我好，你会懂我，那我才要慢慢的对你好，慢慢的释放我的善意。哎，这才是金牛座真正的小心思哦。他们的这种小心思啊，不仅藏得深，不够了解金牛座的人根本很难理解这么难搞的金牛座的表面现象。他们只是需要关心、体贴和理解这些很深入的心态。如果你跟他的关系不够深入，真的是很难看到哦。而且就算你懂了，也不一定能让金牛座宝宝们觉得我对你很满意。为什么呢？比如说，如果你想关心他们，所以常常的传讯息跟他们嘘寒问暖吗？他们有时候会在心里面抱怨哦，动动嘴巴谁不会啊？如果你想关心我，就来找我啊，传个讯息就想要收买我，我才没有那么好骗呢。你看看他的心理，他是需要跟你当面面对面的相处的哦。再比如说，如果你想要跟金牛座告白，跟他说我很喜欢你，我爱你，金牛座在这时候是 get 不到你的心情的哦，他们会满满的疑问说，真的喜欢我吗？为什么没有大餐呢？为什么没有花呢？告白为什么没有一点小心思仪式感呢？为什么没有可以一起约会的时间呢？你看，在你心里，钱才是最重要的吧？所以你把我排在最后面，你还敢说你喜欢我？鬼才相信嘞！金牛座啊，就是这种愿意去相信一个人的行为。但是呢，一个人讲什么说什么，他总是退后几步，默默的观察，来看看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因为他认为行为和语言要匹配，才是一个人的真心哦。这就是为什么金牛座有时候跟人相处啊，口碑有点差，好像有点固执，好像很难哄开心。谈感情的时候，说他被动吧，他有点主动；说他主动吧，他有时候真的想说的、想做的，
都比较跟钱有关，开口闭口也是放不下钱，放不下欲望，别人总会觉得他不是小气就是拜金，还是物欲强呢？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误解的话，绝对是对金牛还不够理解哦。不过如果你反过来想，就比较好理解了。不管你身边的金牛座是老板、同事，还是朋友、家人，或者他是你的情人、另一半，跟他们相处呢，你其实啊是特别有安全感的。你有注意到吗？你说过的话，其实他们心里面都默默地记得哦，很少需要你重复再提醒他，也很少让你期待然后落空。你喜欢吃的，只要他们知道，就会特别的照顾你。每次点菜啊、买食物啊，都会问你还需要顺便买一份给你吗？跟上次一样吗？你跟他们约好的事情说好了，几乎也不会变哦，决定了就很少去反悔。金牛座就是想着当一个稳定的靠山，当一个说到做到的人，一个给周围的人保障的人。不管他们是什么个性，当下的情绪是怎么样的，最终他们都是那个最勤勤恳恳，一步一个脚印，照着当初说好的初衷走的那个人哦。这就是他们为什么总是把物质啊、金钱啊放在最前面的原因。因为金牛座认为说100句承诺不如做一件长久不变的事情来得可靠哦，天真浪漫不如给对方安心的保障来得最实在。这就是100匹马都拉不动的金牛座，他们偏执啊、守旧，不愿意变通，容易不满足，还有一点占有欲、支配欲。这种观念加在一起，如果你真的懂他们了，当你需要他们的时候，他不会临阵脱逃，因为你的这一份懂啊，他会为你付出很多很多。像是当你肚子饿的时候，他可以把你喂得饱饱的；而当你口袋空空的时候，手足无措了，他不会让你无家可归。这么说来，金牛座啊，不得不现实，不得不追求物质物欲哦。因为他们觉得这个社会有时候太虚假，太靠不住了。如果没有他们守住最低的底线，还有谁能给他们保障呢？这就是藏在金牛座心底最深的秘密了。他们深知金钱物质可以检测出一个人的真面目，只要稍微跟对方要点什么，就知道这个人是真心还是假意了。如果你身边的金牛座在等你付钱结账，跟你要礼物，你会去买单吗？金牛座一般是不会开口的哦。如果他们向你开口了，如果你也觉得他们很重要，那就赶快去用行动表现你的真心吧。下周也有精彩的内容跟大家分享，邀请大家记得要收看哦，也欢迎大家留言分享，说说你的看法和感受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集见了，拜拜。再比如说，如果你想要跟金牛座做告，为什么金牛座明明知道物质不代表一切，但是他们还是宁愿抓着这些，最后带不走？